谁呀？忘了密码了？密码忘了，不是更安全吗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求你。我也要求你一件事儿。哎呀，别闹了！哎呀，别闹了！起来，起不起来？不，起来，起来。哦，叫你松开。哦，疼，疼疼疼疼，你还不放手？这有事求你帮忙。嗯，疼。哦，哎呀！哎呀，别演了，帮我挑衣服。好看吗？开会太休闲了。那件这怎么开这么低啊？这领子醋劲还挺大。哎，你别管衣服了，帮我挑双鞋吧。好。我干嘛？欣赏你啊。那么美吗？你说我撬了你的评委，还让你来帮我挑东西，你是想让我良心不安吧？良心不安了。嗯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怎么把刘光安排进去的？商业机密。犯规了。老雷，你吓我一跳！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公司？我现在才知道，行政部的活太琐碎了。不，我正好跟你相反。
现在才觉得销售这活难干。哎呀，钱难挣，土难吃，你小子跟了周瑞，那是你命好。我知道，我欠他的钱我会还的。但说句真心话，我不希望他每次都帮我。你怎么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？我宁愿公司罚我，这是我该受的，比现在缩着脖子夹着尾巴痛快。实话告诉你，这次捞你的还真不是周瑞。谁啊？刘峰 ，ONT 集团的大 boss， 刘宇凡他爸。哎，行了，饱了。哎，女朋友不错啊，还挺漂亮的。哎，你说。咱们这么竞争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觉得跟你斗智斗勇挺有劲的。大战之前的多事之言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太有点有恃无恐啊？你怕了？都说尖下巴的男人特别难搞。嗯，再难搞不是也被你搞定了？还有谁的下巴更尖？嗯？
箱子干嘛？你在使用器干啥呀？你在那别动，用褪黑素把我整睡着了，小绳一绑，然后这剪子把我凌迟了是吗？你玩挺阴呐！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吧？我失眠需要吃药，剪刀是用来裁镖书的，绳子是用来捆行李的。那我问你，这是干啥的？ 这确实是用来防你的，还给我。姐们，你搞没搞错？这是我家，要房也是我房，你啊，这两个东西没收了，小样儿！我现在是这个房间的租客。哎，你不能随随便便进来。你踢我？你怎么事儿？你敢踢我？出去！哎，出去！你再碰我一下试试。我哎哎，臭毛病，犯别人东西。不是，你就给了我一惊喜。 行，乱翻我的东西！我过来拿鞋，我拿鞋。我们要收购杰克了。 啊！我已经和李芷生初步谈完了，准备开始进教。这么突然？一点都不突然。
我筹划了很久了，跟陈明凯也谈过了，但是这老家伙恋战，舍不得让位。我只好越过他。好在励志成还算识大体。林总，我想参加这次对捷克的尽调。你不是法务，也不是财务，你为什么要参加尽调？我也许比法务和财务更了解捷克的销售部。洛嘉。 尽调可是个苦差事，尤其是捷克。我知道，他们是不会束手就擒的。哼。骆总好，这边请。你好，我是捷克的财务主任霍兴奇。你好，我是骆总的助理，我叫孔乐乐。 你怎么来了？什么东西见不得人呢？你说是什么东西？咱俩不能坦诚相见的，这不要说了。我现在是惠康尽调组业务部的负责人，周瑞，请你配合调查。这是相关的保密文件，我们已经签署。真到了这一步了。 捷克作为资产转让方，对于交易的有关信息、有尽责披露的责任，这是我们需要详细审核的材料，请你准备一下。陈总没有通知我，给不了你们。 那你现在去请示陈总，我等你。现在？这些东西你一定不会偷看吧？<笑>我要看也是看我们惠康自己的东西，OK？ 现在他还不是惠康的。 好的，力度，我会配合。师傅，你要干嘛？哎，惠康突然来人尽调，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刚刚知道的。林正威直接找力董谈的。尽调没问题，法务财务都可以，但是我这边不行。 在没被收购之前，我们跟惠康还是竞争关系。我们销售部的那些核心资料是绝不能泄露的，并且现在还是招标前期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这个竞标有效，是我们捷克的。这些合同是上个季度签的，您看一下。 都在这儿了，来。林正威急赤白脸的赶在这个时间来，明摆着就是不让我们应聘了。我认为我不会退出的。对于我来讲。 这是违章育儿战。他今天有据，舒慧莹都是一样的结局，被收购。请示过陈总了，他说走流程，先走法务，再走财务，但业务板块
我暂时还真没办法配合。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，你怎么办？为什么我心里竟然有一丝窃喜呢？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俩就不再是竞争关系了，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公开了。好啊，那你就真实、客观、全面、充分地履行披露信息的职责，配合我的提问。 金调组应该没有你吧？你是主动要求来的。对啊，我就是想看你当着我的面儿有问必答、谨慎小心的样子。我以为在你面前会这样吧。周瑞。嗯。杰克被收购对你个人没有损失。 你们退出这次招标，全世界都云开雾散了。用枪口指着对方的日子真的过够了。真被枪口顶着头也就罢了，就怕真够扳机啊。那你的枪口可以抬高一寸啊。除非有一天规则变了，从竞争变成了双赢。 从利己变成了利他。说的对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改变规则的人会死得无声无息。嗯，你记得我，那就好了。 你的椅子不舒服，坐久了回来该换了。大家过来一下。 过来，这次啊，我就不再独断专行了。我想听一听你们在座每一位的意见。经过车轮战，ON T 的桩已经完全布局好了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已经处于临战状态。但是，我们还可以选择退出。 退出？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？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了。我们这次是真的要被收购了，所以赢了，利润是惠康的；输了，惠康也没有任何的损失。赵总，我们不甘心啊！我觉得临阵退出，太窝囊。 那好，我们来做一次举手表决。同意退出的举个手。好，非常，谢谢。
这附近还有其他的酒庄吗？ Are there other wineries around here？天明，啊，哎，饭我不吃了，我去公司了。别呀，我都弄好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能自己弄好一回吗？这不是有你吗？我要去趟慕尼黑进点酒，顺便逛逛宁芬堡宫和玛利亚广场。哎，别这么弄啊，那么弄容易出褶子。这周六欧冠在安联球场有一场球赛，我订了两个商务席。咱们两个啊，就坐周四的航班，慕尼黑航空直飞，这样不折腾。到了周五，你还能休息一下。超级购物平台的竞标，正是最要劲的时候，底下的兵还得拼命。将军刘浩，不太像话吧？你把这件脱了，换件浅色的。这年龄啊，就得靠颜色遮。年轻人喜欢穿深色的，那是他们装成熟。你呢，就得穿浅色，显得精神。饭我就不吃了，路上吃。晚上我去酒吧找你。你先走吧，我把机票订了，然后就去酒吧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去不了。惠康公司的王一楠。你好，惠康王一楠。您的房间在七楼二楼。惠康公司的孔乐乐，我先走了。来了。您的房间在二楼西侧，谢谢。杰科的方威，方威在吗？方威，方威。这。您的房间在东楼二楼。哎，我这牌坏了。杰科的崔龙在吗？崔龙在吗？啊，崔龙没来。哎，我先进去了，谢谢。贝瑶瑶，杰克的贝瑶瑶，好。这是您的房卡，您的房间在东楼二楼，谢谢。到时候咱们再争取。李北健，杰克的李北健。哎，我昨晚怎么睡着了呢？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。我回去的时候，奶奶还没睡着呢。得了吧你，害怕你就承认。是你害怕了吧？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哎呀，松开，松开。行，你等着，总有你害怕的一天。哎哎，嘛呢？鬼鬼祟祟的这，你轻点，吓死人不偿命啊！听说咱俩一个房间，啊？对啊。怎么的？你睡觉打呼啊？哎，干嘛呢？你以为我真跟你住一个房间啊？哎，你干嘛？什么？哎，你干啥？松手！啥意思啊？防狼喷雾。崔龙，你防谁呀？防的就是你。哎。你啥意思啊？你防啊？嗯？
小的。哎，喝咖啡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喝不喝了，都不喝啊！不喝这样，晚上喝酒好吧？酒我带，你们都把人叫上，好吧？晚上见啊！晚上见啊！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来应标啊。有什么？怎么，只许你周瑞放火，就不许我老曹点灯啊？你凭什么应标？我凭什么？嗯，当然是我们的云处理了。老曹，你是脑子进水了，还是被驴给踢了？杰克和法斯特还没有正式合作呢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拿我们正在研发的软件系统来应标，你懂吗？我人都来了，标书都交了。哎，老曹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中了标不就有资格了？老曹，哎，云处理目前技术还不成熟，离推向市场还远着呢。你跟你们这种技术男打交道怎么那么费劲呢？哪儿那么多条条框框啊？哎，老曹，其实呢，我就需要多一点点时间，你呢也需要多一点点耐心就行了。时间是什么？时间就是钱，钱，钱钱。你永远在提前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曾经跟我说的是什么？你想干大事儿，大事儿。你知道吗？每天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是资金链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，他妈又断了。如果再见不着回头钱，别说做大事儿，就得出大事儿了。老曹，我不管。周瑞，是火坑，你小子也得跟我一起往里跳。老曹，哎。你签字花押的合同还在我包里呢，拜拜。陆总，我怎么算？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还得向公司再申请点折扣吧？不需要。现在的招投标法已经取消了低价中标的规定，而且这次 ONT 医学的也不是低价折得，咱们只需要和其他五家供应商保持一个平均价就行了。陆总。杰克这次都甘拜下风了，他们还来添什么乱呢？哎，杰克甘拜下风，周瑞可没甘拜下风。杰克和周瑞可是两回事儿。我们的眼睛里只需要盯住两点：客户、对手、对手、客户。你看这个。那我明白了，杰克的周瑞这次还是咱们的对手。对了。那句鸡汤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我们对手永远都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啊，小乐，咱们陆总亲自参与制定的标书，你觉得还会有对手吗？行了，别贫了。其他几家供应商，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啊。还好，陆总应该是稳操胜券了吧？哼哼。老曹的法斯特这次能入局，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上上上上上啊！上上上上上上 ！Yes！ 啊！上上上上上上啊 ！Blood, flame。不行啊！啊！
游戏吧，很酷的，野出野，生无可恋。哎呦，他什么呢？什么呀，上上啊！切，会不会走位啊？什么段位啊？来，小姐姐，咱俩排一把。你也配？猴子经济起不来啊！哎，哼，我不配。我们俩什么关系？你说咱俩啥关系啊？要不替你回忆回忆，啊？好啊，回忆回忆。你干什么玩意儿？回忆回忆啊，翠龙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出门带防狼喷雾吗？我刚才开玩笑的。哎，你被霸凌过吗？知道霸凌是什么感受吗？啊！别！我错了。啊！崔龙，你有这闲工夫干点正事好吗？说话。说。好。好，好。你说这曹总也绝了，摇摇声一变就变得跟我们平起平坐了。他这次拿的是云处理技术的牌，和我们传统服务器完全是两种打法。那这个大忽悠，说不定是匹黑马喽。别，乌鸦嘴。周总，咱这次还是瞄着会刊打。没有杀入价格谈判环节之前，四家都是我们的对手。老大，我再跟你确认一下，咱们这次标底肯定是比之前再低1000万，对吧？这我跟你解释吧。哎，方威。哎，明天你跟我进现场。好啊。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，在商务标上，惠康是五家里面最有优势的，技术上面咱们最有优势。嗯。但是人脉上面，还是惠康更有优势。所以您觉得我们应该再降这1000万，对吧？对。但是依然还有风险。所以我理解您的意思是，咱们赢面不大。哎，你们家崔龙怎么没跟着一块来？嗯，看我干嘛呀？谁家崔龙？哼，大家记住，明天有可能是在座各位在捷克的最后一站。为荣誉而战，即使败了，咱们也要虽败犹荣。好。车差不多，准备去吧。走吧，准备一下。崔少爷，难得借您来视察工作。谁视察工作了？我是正儿八经来工作的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我跟前台说一声，给您开个套房。不用，低调。少爷，那您还有啥吩咐吗？哎，对了，你看见这栋房子没有？把他这间房卡给我搞来，然后再给我弄一张惠康那个工作证，行吗？行，去吧。嗯。